我们同仁也要来参加这次的就职典礼的，我们的同仁，请坐。 好，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典礼开始了，谢谢。台南市议会第二届议长宣誓就职典礼，典礼开始，全体肃立，主持人就位，请郭代理议长就位。 唱国歌。 向国旗暨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主持人请复位，各位贵宾请就座。主持人报告。 谢谢，谢谢，谢谢，监事人，我们台湾地方法院，我们的卢凤田庭长，我们的监教人。 行政院林政务员美珠赖市长，各位贵宾，新闻界的各位朋友，本会的同仁，大家好。今天是本会呢赖美惠议长宣誓就职的好日子。承蒙台湾地方法院我们的卢厅长，行政院的林政务员于百忙之中抽空莅临本会监事，并蒙各位贵宾，新闻界的各位朋友。 拨驾参加观礼，请代表本会的同仁向各位表示最诚挚的谢意。赖美惠长过去担任台南县第十四届、十三届、十五、十六届的议员，直辖市的第一届、第二届的议员，也是合并后第一届的直辖市议长。这次能再次当选台南市议长，于今天呢，也宣誓就职。本人呢，也谨。
在此向赖议长祝贺之意，期盼未来朝野呢能共同监督市政，也使市政能更加蓬勃，百万市民呢更加幸福。最后敬祝各位的贵宾、各位同仁万事如意，家庭美满，谢谢。议长宣誓，请议长当选人赖美惠议长就位。请监事人就位，请台湾台南地方法院卢凤田庭长就位。我们的媒体呢，请拨开一下，我们庭长呢。请议长当选人举右手，宣读誓词。与誓以至诚，遵守国家法令，尽忠职守，报效国家，不枉费公帑，不滥用人员，不徇私舞弊，不受受贿赂，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谨示宣誓人赖美惠，中华民国105年10月5号。请议长复位。监事人致辞，请台湾台南地方法院卢凤田庭长致辞。主持人郭代理议长，各位议员先进，市长，还有各位贵宾，在座的女士先生，大家好。议长补选当选人赖美惠女士已经依照宣誓条例完成宣誓，正式就职成为台南市议会第二届议长。本人首先恭喜赖议长能够顺利完成宣誓就职的程序，今后可以依法行使台南市议会议长应有的职权。未来台南市议会在赖议长的卓越的领导之下，祝福台南市议会议政顺利和谐，继续造福全体台南市民。最后，我在此敬祝台南市议会今后议事顺利，在座的各位嘉宾还有议员先进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交接印信。请主持人即移交人就位，请接收人就位，请赖美惠议长就位。请监交人就位，请行政院林政务委员美珠就位。交接印信。
请主持人即移交人、监交人、接收人复位。监交人致辞，请行政院林政务委员美珠致辞。监事人台南地方法院的卢庭长、赖清德市长、赖议长以及我们赖副议长，各位议员、各位贵宾、各位媒体朋友，在座的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早安，大家好。本人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担任台南市议会第二届议长宣誓的就职典礼的监交人。首先恭喜刚刚高票当选的赖议长，表示敬贺。那么也表示呢，各位先进贤达在未来的两年受选民托付的责任更加重要。希望议会在新任议长的卓越领导之下，以及各位议员努力提升问政品质之际，更能够发挥监督市政的功能，也期待在府会齐力协心之下，能够使得我们大台南的市政各项市政建设更加的蓬勃发展，向更进步的幸福城市愿景来迈进。本人仅代表行政院致上我们最高的敬意以及满满的祝福，祝福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议长致辞，请赖美惠议长致辞。监事人，台南地方法院卢庭长，监交人。行政院林政务委员美珠、赖清德市长、严副市长及台南市政府各局处所长，与会各位贵宾、各位新闻界的好朋友，台南市议会郭代理议长及各位同仁先进，敬爱的市民乡亲及在观礼席陪伴美惠就职的亲朋好友们，大家好。美惠怀着神圣感恩的心情，在大家的见证下宣誓就职。今天的主角不止美惠个人，也包括所有本次参与记名投票的议员同仁们，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感激的民主先进们，包括本市林俊宪立法委员、陈廷辉立法委员的提案及其他多位支持改革县市议会正副议长记名投票法案修法的立法委员们，都为了台湾建立民主价值及民主政治改革的推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透过大家齐心共同努力，才成就今天美惠荣幸率全国首创担任第一位以记名投票方式产生的议长，也为台湾地方自治史共同写下历史。美惠有幸在这神圣的改革制度下顺利当选本会第二届补选议长，永生难忘。在此诚挚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及谢意。台南县市议会合并升格即将迈入第七年，目前台南市政府都向重大建设计划，如国际棒球村、中研院台南分院、台南会展中心、台南市铁路地下化工程、台南美术馆园区、
绿能创新产业园区、运河新转工程、新市政中心选址，都是环龙各区域的旗舰计划。目前正是台南发展命运与格局翻转的重要时刻，需要议会同仁用理性监督的角色，支持市政合力推动建设方案，才能使台南市发展更蓬勃，地方更繁荣。未来美会将落实议会党团协商机制，更致力于沟通协调，让府会更和谐，议事运作更有效率，也将落实议政透明化，让民众了解议事过程的权利，及网络世代发挥公民监督的力量。期盼未来大家共同努力，谋求大台南市民的福祉，让市民乡亲能安居乐业，幸福生活。再一次感谢各位议员同仁及在过程中每一位帮助和鼓励美会的乡亲朋友们，今天让我们来共同祈愿台南市议会议事运作顺利，台南市政蓬勃发展，所有的乡亲父老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万事如意。谢谢大家。李晨，我们今天的就职典礼就到这边，谢谢所有的贵宾，所有的乡亲，今天就到这边，谢谢，谢谢大家。请各位议员哈，我们移驾到我们的一楼的外中庭哈，我们有个合照哈，就职的摄影哈。